好的，那我量一下这个直径跟曲径。直径跟高度都量一下，直径跟高度都要。等我看一下最后一圈。怎么不切啊？他那个客户比较调皮，总是看到了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就是这样。9.3。这样平的动吧，要平的，这样看过来，全部都是一样的，没照过来。